个社团，而是一个充满欢笑的大家庭。中女管乐社在1955年成立，至今已经有60几年。期间为了配合时代的潮流，又在1996年成立了旗队，也更名为中女乐旗队，使得管乐的室外表演更加的生动活泼。乐旗队就是希望呢，能够引领所有的观众来欣赏、体会音乐之美。这期来自从台湾的乐旗队。强。